下啲重音啦，睇下佢咩反應啊！佢有任務啦，我要整一啲聲出嚟，睇下咩反應先。有。啊，呜、哦，呢、這个反应，哇，肯定好中意跑咗。佢有一下吓一下亲嘅系，都肯食，但佢肯食喎。不如攞开啦，食太多咯。啊，嗱，劲剔咗喎。嗱，又惊啦，惊啦，条尾都得啦。同埋佢好明显系唔中意受束缚咯，佢唔中意喺个围栏入边噶，佢永远都系走去围栏出面噶。叫阿 Fred 行开啦，睇下 David 有咩反应啊。阿 Fred， 你试下行开睇下有咩反应。獨立自主的地地，佢都是翻翻去哥哥嗰度嘅。見到啲腳咧，好想玩啊！阿哥哥俾佢的安全感係